妈妈一早为我们煮早餐了，哦，煮了一锅啊，一锅的面，人多哈，今天哈，早上好，哎呦，这鬼脸，早上好啊，啊，这家伙昨晚在这里睡，哎呦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我们已经吃饱早餐了，昨天浩浩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妈妈家这里哦，阿姨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那个公园。好吗？昨天阿姨带了王一晨哥哥还有王佩琪姐姐去玩了，待会再带他们去玩，因为妈妈没有去过那一边的公园，但是呢我跟彪哥呢要去仓库那一边打包，就交给妈妈带他们去玩了。然后送完妈妈还有他们呢去公园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去仓库打包，现在准备出发喽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加油加油、加油别跑那么快，迫不及待冲下去了他们几个。对，辛苦你了妈妈。这位听众朋友所提的我们呢已经到仓库这里了，我今天也是穿短袖了，感觉有点凉凉的。彪哥抱了一瓶这个饮料过来，为了房东在门口是放了三盆盆栽的，看这里一盆，然后这里一盆，中间那一边也一盆。房东说寓意很好的三三三，生生生的意思，旺旺旺。彪哥你一来了就订单比较多了，所以你要多点过来帮忙了。都没单过来打什么包？有单就立刻 call 你哈。嗯，有单我就马上过来啦。对，谢谢大家多多支持一下。我和彪哥已经打包完了，果然彪哥过来帮忙，速度呢是特别快的，两个小时就已经打包好了。今天是订单有100多一点吧，100多单这样子，还是非常感谢阿龙的帮忙，还有大家的支持。现在呢，我和彪哥就准备去跟妈妈他们会合了，孩子们估计已经玩得差不多了，因为也2个多小时了嘛。妈妈说姐夫也过来接浩浩了，那就顺便一起去吃个饭吧，吃完饭再回去。玩过瘾了吗？玩过瘾没有？没有，还没有啊。浩浩好玩吗？好玩啊。啊，现在姨丈说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哦，去不去？姨丈我安排。哎，安排了，好了，出发了，带好安全带，小朋友。Go, go, go. 对，带好安全带 ，Go Go Go。我们已经过来西湖这个少年宫这里了，待会呢又去上次我带酷酷叔叔他们去那边吃饭的那个大排档那里，我觉得那里挺好吃的，所以呢还是回来这边吃吧。浩浩好像没有来过这边哦，所以呢带他过来这边玩一会。在那里看到几个公仔就舍不得走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值得推荐大家来的，因为这里呢一条街都是大排档啊，小吃啊，糖水啊，然后民宿呢也特别多，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哦。如果大家有机会过来西湖这一边的话，可以到这边来吃玩都可以的。这边的菜都挺有特色的，就是这一家了，这一家人特别多啊。
德记，他们的招牌菜挺多的。二楼哈，这一次上来二楼这边吃哦，这外面可以看得到风景的。这一座庙叫元庙观，浩浩他们要回去了，浩浩回家了。我们已经回到家了，妈妈你在嚼什么？这个艾叶，这个是艾叶酵素啊。艾叶和那个姜发酵，每天要去打开柜放下去，不然会喷出来啊，不然会爆炸。我也烤几根红薯给孩子们吃。佩奇在吃年糕，雨辰刚睡醒了。妈妈，哎，煮的好脆呀！好脆是吧？这个也是烤的，这个年糕，特别好吃，外皮焦焦脆脆的。很香是吧？空气大锅烤一下就很好吃了，这个年糕。哇，看看哇，已经烤熟了，准备吃了。来，彪哥在吃了，在细细品尝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是很漂亮的糖都出来了，是吧？对啊。哦，好烫。哇塞，好香啊！糖心番薯，妈妈也在吃一根。这根是香的。香的是吧？佩奇、雨辰，嗯，我们要回去了哇。好啊，这两天玩得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哈。那下次再过来惠州这边看外婆好吗？好，下个星期。下个星期又想来呀、这一个星期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哦。前面就是大云寺。前面啦。以前那么热闹，现在就有荒无人烟。对哦，到家了。啊，奶奶开门了，哎呀，开心了，看到我们回来。啊，雨辰，进去睡觉啊，去吧。进去吧。